这个洒水都好啊，韩总被甩一裤子。其实我们本来是一定要往前洒的，因为这个能量才能冲击到观众，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在那个大舞台跳，至少离导师有点距离。 结果那天彩排的时候想，那完蛋了，那我们想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对着撒一个交错，至少让这个画面好看嘛。但是因为是临时调整的，我觉得肯定有人脑子没有清醒，往前面撒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回头看看视频。真实是一直都一样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哎呀，全是。 我还在中间，那现在我们四位临时的导师，这个，要做出选择，这个，大家想好啊，反正我浑身都湿了，好，三，二，一。 Oh,